你要去动不？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个是冰的，这个冰给你敷一敷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哎呀，来弄出来。好了，好了，刚刚在法国医生，你别晃，你别动，打开看一下，你看，今天拔了三颗牙齿，看，呀，这个牙齿断掉了。断掉了，你看三个牙齿，你说这边就会就割进去做一个小手术，然后把这一颗拔下来，多吓人！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好好刷牙，对不对，巴斯卡勒？嗯。哎，老外说要吃这个冰淇淋，我们就搞冰淇淋了。我们再冰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吧。这哭就为了吃冰淇淋，你看这家伙，哎呦想吃冰淇淋，哭！怎么办？我的嘴巴睡觉了。真的假的啊？这么快？对，有吃了就好了。